Hello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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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晚上没睡。哎呦，见到你们好激动呢！嗨，这俩美女属实让我心动了。好像没人哎。没人，没人，没人，没人呀，没人怎么办呀？没人。哎，有人说的好像你打得过一样似的，我操！别打架，别打架，和谐一点好吧？我跟他从来就没有和谐过。他抢我的男人，我不跟他好了。哎，我现在还没有归属呢，注意点，你咋说话？怎么这么快就把我分出去了？我这里有物资。我现在是你俩谁的？你俩得争论一下子，知道吧？好的，我跟他比人头，好吧？行，你俩谁杀的多，谁拥有我？啊？啊？我能不要吗？我能不要？行，你不要拉倒。你要他要我，这不是成你成全他了？那我也不要，别人不要的我也不要。哎呦我的妈！兄弟兄弟，你要 M 四吗？我不跟他俩说话。为啥不跟我俩说话？我靠！这电话给你，三号你要不要？不要。三号，你说我男的。三号，三号，我把我人给你，你要不要？嗯、不要。不要吗？三号，我把七洛给你。三号。不要，有啦。我把斯卡给你。不要，有啦。我把我给你。不要。为什么不要？我妈说了，必须找一个勤劳的女孩子。你这三点睡九点起，要不起呀、啊？谁三点睡九点起啊？我是中午12点多钟睡的，然后晚上9点起的。那你还挺骄傲，咱不合适。你过的是美国时间，我是中国时间，咱俩整不了。我起床了，你睡觉了，然后我睡觉了，你起床了，咱讲话了，咱俩一辈子也没有交集呀、啊。嗯，挺好的嘛，免得我跟你睡的时候，你一脚把我踹下床了，我一个人睡挺安全的。你别这么唠嗑，我害羞了，姑娘，咱俩还不知道对方叫啥呢，都发展到这一步了，那多害羞啊！哎呦我的妈！我的麦什么时候关了？大叔，你这个声音好像年纪好大呀，你30毛几了吧？我才20的好不好？你刚20吗？那你这嗓门嗓音有点着急。那你猜猜我多大呗？你应该26，96的属老鼠，对不对？你咋知道的？那也挺老。啥？你都说呗，我看看。那脑怎么不行呢？就说明你成熟啊，人家女生夸你成熟不好啊。那你俩喜欢我这种成熟稳重的吗？那指定是喜欢的。你俩亲我一下呗。啊？谁？刚谁在说话？我说话，你俩亲我一下。啊？嗯哼。你俩骗了，刚说喜欢我这样的，怎么就亲一下这么费劲呢？你是他让你亲他，他想占你便宜，我的天哪！这怎么能叫占便宜？这不是互相的吗？对不对？我便宜，你不也便宜吗？那不是？怎么的我就不吃亏呀？我比你贵呀、啊！我比你贵呀、啊！那我素颜也好看，我就是比你贵。我长得不行，人家都说我是东北吴彦祖、朝阳金城武，你怎么回事？那人家都说我是天女下凡，就像那古代的那种。我还是天神下凡呢！你天女你多啥？你多个嘚儿！天神。天神长得都丑，你丑，你长得丑。亲哥一下，快点亲哥一下。滚！刚才我让你亲我的时候，你干啥了？亲我，快点。我擦！你干啥呢，兄弟啊？你干啥呢？你在干什么？你当众亲我女人，四号。喵的！咱俩赶紧处处吗？咋的呀？四号，你说啥？咋的？你跟谁？怎么又处处？你是不是疯了？这俩姑娘是我的，哥哥，亲我一下，哥哥。哎呀，不行，太臭了，我受不了了。哇塞，你说什么？给我闪开，我要气炸了！别蹦着你。雪，我要向你告状。昨天有个汉子撩我，叫他给我滚。然后今天他又一直找我要微信，一直找我要黑丝照片。他没有找到人。这个人。太色情了，真的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你发那种戴在头上的那种头套。可是我这种人，可是那种头上的那种人。可是那种照片我也没拍过呀，然后我也没有黑丝、啊。我跟你讲，你就为了满足他，拍个戴在头上的那种，绝对没毛病。那你这样吧，我没买过黑丝，你给我寄一条你的。我给你送，地址发给我。你给我寄一条。别唠了，把车都过一半去了，别唠了。杰克微信，请做个智慧的行动家。
谁呀？你俩谁有丝袜？来寄给我一个呗，我也想套脑袋上看看。套脑袋上，我给你寄9.99。你大腿粗吗？你细点，我戴不上，我脑袋大。我看你那头像长得还不错，大波浪。等一下，你出去，你看头像，确实长得还不错。必须的。哥哥，我能做你的网络情妇。停，劈了，准了，准你了。来，前面击破。只有放弃抵抗才是你们唯一的出路。靠边停车，举手投降，不然你们将死无葬身之地。给我干！我操！干啥呢你们？完了，掉了一个哥。干啥的？没事，你们。哥一个人出去了。睡觉，没事。我坚持就是你。被逃下来了！啊！你是没有兵吗？我的，完了，二号挺住，二号。这里都死了。nice， 牛啊！牛皮！牛啊！又来了个车。没事，我救你，他不知道。作为一个男人，知道吧？玩游戏必须猛招，让女队友为你尖叫，必须的。这是我妈说的一个基本男人的标准。哇，一个人都没杀。哎，打他！打两个。前方有危险。这得打两个。前方有危险。直接撞炮楼，撞炮楼，最后人，最后了，最后了。我操！你俩干啥呢？他顶上去了。他停他脸上，我直接过去就死了。我操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的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他停脸上，我直接被扫了。我就被扫了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哎呦，哇操！大残直接撞，大残撞他，撞他这个房子，标记了，他去打药了，直接撞他，他拔雷了 ，nice， 牛批！你们想不想吃东西？哦，牛啊！一个左边山上架好，右边我架好吧，咱们要下水游泳的，这把吃鸡了，剩下六个全在河对面。对面都得下河游泳，然后再上岸。啊，这把要吃不了鸡，咱四个绑在一块豆腐上撞死得了。哦，他们要下河，他就死了。哥哥，你等一下还打吗？哥哥，来帮我，来帮我，你们侧面能打到这个岸边这两个人。来来来，出手，出手，出手！你去救他呀！快快快快！哎呀，他救不了。你俩在上面怎么一点功劳都立不了啊？人都拉过来了，你俩在上面。打药打药打药，打这个打这个，这个憨憨打他打他打他，探头打他打他呀！别回掩体，补他补他补他！打游戏这人着急了，回石头打药打药，还有最后一个啊，就他一个了，小心雷啊！没过来，没事儿，烟雾没事，闪光弹没事，别动别动别动！哎呀你哎呀你！气死我了。